你会游泳吗？不会。狗都会游泳，你连狗都不如。那你会游泳吗？会。那你跟狗有区别吗？<laughs> 闺蜜经常来我家蹭饭，夸我妈做饭美味。最近嚷着要拜我妈为干妈，老妈就是不答应。最后俩人各退一步，结伴成姐妹。 现在我多了个干妈。我在公厕，男票在表面等着，想逗逗他，就给他发信息：“亲爱的，我手机掉洗手间了，怎么办？”男票回道：“是是在给我发信息吗？”女朋友说：“她睡不着，想换一边睡。” 我从上面跨过去跟他换了，如此反复三次，女友把我踢下床说：“你他妈三过家门而不入啊！” <laughs> 手机在家里充电，回家老婆开枪了。亲爱的，你的微信有病毒，我帮你清除了。我一看，发觉少了很多朋友，都是女的。